回来了，聊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怎么还能不知道呢？我看这挺好的呀。这什么情况？非要亲眼看到才肯相信啊！啊，嗯，没用啊！你还当我是阶下囚呢？我这次来不是和你拼命的。起初我就一直在想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你忘记小周？但看来是我错怪你了。你和我一样，一直都没有忘记过她。她叫林霞，她不是小周。但他可以变成小周，只要消除他的记忆，再把小周的记忆给装回去，不就好了吗？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趁我现在还有耐心，好好跟我合作。只要小周能复活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我要是拒绝呢？你有资格拒绝吗？以你现在的心力，想要保住这具身体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拿什么阻止我？我进来了。你刚才在说话吗？阿里熬了粥，喝一碗吧。香托掉在地上了，怎么不捡啊？你干嘛？没事。我刚才不小心。阿林，纱布在哪儿？哎呀，这只是一个警告。你不对劲啊，走开。